大家好，我是大梅，今天又来了。今天大梅要做土匪啊，专门收拾这些小的香菠萝，准备今天给他弄个爆桶啊，太多了。开始啊，这边石头上好多呀，不用手啊，就用这个我专人定制的啊木铲子啊，一刮轻轻下来啊。爽不爽？来啊，继续。接招吧。快快把小的给挑出来啊，我先这样收拾它们。手来，先给它整一整，都聚一起了。这一面也是，这多省事儿啊，总比某些人强。走了赶海走半小时，再走半小时去捡那个大海螺，不一样，不就小一点吗？一样吃。看我这个啊，桶放这边啊，来手一泼，这多方便啊！哎，太简单了。扫荡清洁完毕啊，光滑的，停不下来啊，全是啊，低头、抬头都是螺。完事儿，一下。简单吧，这种小螺叫香菠萝，用回家用水煮一下，白灼两千挑着吃，别看小，贼鲜的，好多呀。那个傻子卡个厅吧，还在那边捡海螺，也不知道捡几个。加油啊，二师兄！这边发现还有一个红色的，长得真好看啊，跟我一样好看。回家，完事两秒钟，看多省事儿，就这一下，多嘚儿的。继续，这个上瘾哦，拿这个上瘾哦，停不下来。哎呀妈呀，几分钟啊！
感觉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啊。完事儿，两秒。我比较喜欢吃大的，大的肉多嘛。好嘞，干的差不多了，把海鲜分一分。把小的挑出来啊，留大的带回家。这种太小就不要了。现在就等穿的了啊，我就在那边捡，等他回来呢，我也就回家了啊。收工回家喽。上面是大的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